娑婆迷魂，往生净土。王氏集团创办人金传凌晨在家中遭到杀害。王世聪这个案子只分给我，这个书里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能办？根据这份遗嘱，继承第一顺位是李燕。除了李燕之外还有第二个继承人，万不是你也在命案现场？那间屋子里还有别人。一年多以前，科学家唐素贞自杀没多久之后，王氏集团也出现空前的财务危机。那是他们母子俩信奉的一种法术，这种诅咒是会让自己的灵魂永世不得超生。不会相信那个就是唐素贞的灵魂吧？控制大脑，在你没有意识的状态下，可以对身体下达很多指令。发现你和王世聪前后两任妻子的关系都特别的亲密。事情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，他有最强的杀人动机，而你只需要把杀人的开关打开。我已经看到那恶人的灵魂在受苦受难了。你做了什么？王太太，王太太，你还好吗？